我要成为航海王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位在涩谷的航海王商品专卖店 Go。现在在涩谷，大概步行三分钟就可以到航海王商店了，就在我后方的马路一。一进到涩谷店，就可以看到这边才有三个特殊的角色，首先是乔巴，还有用恶魔风脚的香吉士，还有拉姆造型的拱门，也可以在这里重现航海王经典的名场景。现在门口的主要陈列柜是与生日相关的商品。哇，这边有各个角色通气令的外耳夹哎，这边也有很多很实用在家里可以用得到的商品，像这一区的杯子呢，就是刚刚店员推荐的大人气商品哦，也有沐浴的用品哦。上班就带这个便当盒去吃中餐吧。这边有里面各种人气角色的公仔，像这个就是女帝波雅汉考克，还有各个海贼团的海贼船模型。是只有日本才可以定做的白胡子超帅气公仔，让鲁夫每天陪着你的手机壳，好多种类啊，钥匙圈哎，每个都想要。区域限定的航海王手机吊饰，好拼呐，我的哟。这边的千阳号是拍照的热门地点。漫画迷会来这里的天花板跟自己喜欢的角色合照哦。衣服配件的专区有可爱的乔巴衣服，还有草帽海贼团的袋子，连我头上的草帽也是买得到的。海贼王，晨晨，在我后面的是尾田手稿的复制品，它会不定期的更换，来这边一定要看。这里有牛蛋跟夹娃娃的专区，35个角色的奶油威化，每个都想吃哎。造就这么强的动画，一定有最强的音乐。这边有超多航海王的 CD。文文在拍文，没有时间啦，不要吵，我是佛朗机，手酸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滑鼠垫。在这边消费有专属的集点卡，集满10点的话可以兑换自己喜欢的角色。以上就是这次介绍的涩谷的航海王商品专卖店，大家来逛逛买买东西拍拍照吧。我是包博，我是文文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 Welcome to One Piece Mugiwara Store。橡胶枪乱打。